我是刚刚列车的那109年6月5号，罗安的，等等，6月6号，16:47，出发站是1914叫杨新康英哥的前车。051加1509全车，600请全车，在洛阳站停车。1914叫延线，开往英格的1509加1516全车。对，对方站的门关闭车门。好，就那么吧。